今天10:30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组织发射了双曲线一号验证火箭，火箭搭载了三颗立方体星，进入预定轨道后，火箭将两颗立方体星依次释放进行亚轨道验证飞行，另外一颗完成降落伞着陆回收。这次发射的是双曲线一号先期验证型号，该型火箭试验成功并进入市场后，将为小卫星及星座客户提供一体化商业发射服务。